大家好，我是 Shura。 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的环境特别不一样？在将近两个月没有发片的期间呢，我从台中搬到了台北，然后找了一份新工作。那有在关注我粉丝团的人都知道，最近在忙教学的事情，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去做新的影片。因为我之前的房间实在是太小了，所以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拍摄一些我想要拍摄的东西。那终于在这几天我的房间整理好了，所以我很兴奋，也很期待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新的工作环境。那接下来就由我带你们参观喽，走吧。由于才刚搬上来没多久，所以其实目前房间还是有点空。那之后可能会再多放一些摆饰啊，或是把一些我的书带来，然后让整个环境可以再更丰富一些。之后我大部分的影片呢，都会在这个环境进行拍摄。那接下来我就会维持跟之前差不多的频率，就是每周或是每两周发一部影片的速度。那祝大家新的一年，不管是在工作上或是在课业上，都可以顺顺利利啊。我是 Shura， 我们下回见喽，拜拜。